先感谢你们单位是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所谓以及台湾政府会以及台湾县政府及协办单位我们共同作让你事业成功以及主城中心单位以和县人就是爱心会的协助要有经济部委员会的理由专业有的黑人学员已经几月考虑有些为四川过于白燕的大老婆喜剧过于电子不管理对吧大家都建立这些约束没有目前人必须必和联姻的不归如果大方向今后关怀的有些简历的人员来讲这条路一个更来的路我各经给啊会有的路线我希望说刚才谁啊这个路线要贵宾佩服跟人家把他听得诸葛路线都是关鸟邓李开峰这是非常给这个关心因为大家支持和肯定让咱每一个工作人员得到最大的鼓励和鼓励健康也相对的机会让大家得到平安以下关心话对我们的语言应该是一个很意义的所有事在我们的心中不仅现能所成的意愿并且我们对于所得知物质之方面的感动依旧如他的感动依旧加上天天的心情这是一个的心痛天不世界有我们天天就是我的意愿建议渐渐平安的恩情相信今天的会相较之言影响大家对天的循环先发实现对实力抗拒更加坚持不想以来南台湾因为天水都能够发现李德明一定要对比给这个生活一条件因你个人社会结束的这个温暖和幸福社会在挂水阴霾的这个温暖中水向是必要金钱用钱的最好是温暖以前的大家中国的大家来给我们相处记住我和秦军盼望母为先言先会大家多年经济关心的苗一乐天子万里不顺我就会关怀在此刻关于的开心标积极多用时间时间一优先并且也各方面现不所在天子所化之干用公开的经验一直的公民的陪伴因为是今天今天的健康的方法高级心得以解决得以破坏以世界的时刻和他求你以来不仅仅都是国家民安风雨不分我们作为世界进行研发发你也可以好在这里我们变成了国民中华贵宾、各位老前辈、各位前辈、各位天文师、各位老师，现在给我满心注意，我哈在此特别代表着今年李和庆等单位，向各位大家致力给我献出慷慨，来献关注意，等我给你小谢谢。
我
一任的特别分析，并且他以有的性格来说嘛，后来我说他是有多的一般，哎，好起来好吗？好起来好吗？关键的要求是满足经济，以及啊，这样呢，在带动企业的将来的发展呢，啊，是多少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将这个呢，是欢迎翁义九今天来的咱弟子，将来的企业的将来日华业的董事长王金平先生，请欢迎义九翁金平先生。台南的中基的学长，今天有幸的呢，当老先生、祖父先生，那一贯的传统尊卑，那个老先生我们尊敬，那个也因为勇敢。我老先生，但各位老先生，各位江老师，各位那些长辈，各位那些父亲，那些小老弟，啊，各位朋友，大家在此当中都是我们的子弟，一直叫咱们报告，是咱高考的一个大会。
小人家安平，人生平家相和。所以今日你看这个就是利用了哦，如今的时意义。那你讲讲，那就是咧开始，他关咧有几多比较多啊？这个我们开始来做咧，那你就快好好来运用，容易给大家。那么从这边来听歌，从这边来洗心。那么一旦能够把心情这样想，达到不得修和，达到净化人心，化一切苦厄，正当才是难。在佛里的经典，那么佛菩萨在咱们教佛下，咱哪个咱记住了？他坚持万里。一些心，那么呢，我们心比较清净，大家一旦能够扎根来突破平衡，我们小人之心这样想，达到一个双和、一个安和，啊，一个平安。那么，那有些人关心啊，就是谁增加双和的情况，希望咱我们来努力，啊，做那有心的人，那么做好了，有变。那么，一旦他利用咱社会大众，利用咱社会咱这父亲，啊，通过咱社会对比，作为同心同乐，做如此之些，啊，实际的好，满足于他里头的欲望，不断的在得物，更加接近，更加欢乐，多谢各位，感谢各位。咱们来跟我们几位啊，这方面的高的啊，希望以这种来高的啊，这个理解的啊，再来告诉大家啊，各方面的一些啊，其他的，你看，各个在一些细节啊，各个在一些的那些性格，各方面的方面，你看，达到了有些变化，加刚才呢，我们去啊，这边来。高的当下接下来来用这个人做环境啊，这个换地来的地址啊，他来地址这个家啊，来用这个人啊环境带来一些啊主妇的指标啊，咱告别啊，电妈，以及咱其他的同事了，以及好朋友，啊，咱不管的这些尊长啊，古老前人，同历史了，同这些啊，这些。啊，咱欢喜，第十六，咱管理会做仪表，啊，为了照顾大家最后的仪表，啊，咱功劳这里，一个作为先民，作为家传书，作为德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核心来讲，今日是咱老祖宗灵明上帝圣诞天书，也是咱。今年是做修德大典，更加予咱感觉无限庄严的所在，就是咱
新万山以和性能，而且正式落成的大殿，阮兄弟来自全国各地，咱李万德的父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万山。看到这种这么大伟大的建筑物，在咱干扰之前，以及咱修复为主要，各位家传书，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以台湾的过去南华波光县人，在一贯的波光中，底下向你伟大的建筑，也看到你在那里吗？另外一位，我们非常领先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多的信用表现。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老天爷甲各位热心的付出，在咱台湾上界水的古景区。乌山头、乌金窟，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万山以和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德。这是咱台湾，不仅是咱的核心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咱的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来啦。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核心。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用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乌金窟，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在咱隔壁高级艺术行业，要把咱这个所在的好地方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推动。大家的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00万以上，这样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之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旅游性景点，咱西关山这个一贯的。所以我相信未来在这个所在有真多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用
的经历，也让我非常的引领特别不分就他小河就他安边每一个人生也让地球就他多的祝福，以下就让大家这里就我一起祝福各位江台书各位有心表示早上各位的感谢您的付出，我们这个社会也是特别平淡啊，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热心以及咱的贵宾、咱的朋友、本来总统以及我们台在席的另外各位嘉宾、朋友以及Oh, yeah.
文化娱乐各方面繁荣，一贯的德文绵绵，因为德性能能够逐渐统一科技发达时代，一心只要丰田与地位是两体。你说你的是家中一人天平下所得虽已已经不远，在文祥方面这些东西已经拿很高，这是关于对于图像这是跟男女大家关于他们坚定的这是信用，这是第一定不能心软的原因，只要换个运动这个运动上的时候然后缓下来，我们的香港文化观点方向并请大家高度量加回中今天的公民给今天的部分的时间保持公布标准中分点减掉以后，不过多些点一度人民也动力，并且让患者这一信号开发将来这种意思。今天的内容就从这分点大部分分点努力多杀到你还是疯狂就行。我们的病毒落地在太阳系再见，由于老天爷的希望呢不安的东西我来以前我的一名单位得不从他这里不本期高压离婚的平台一起不安慰还有些任务啊不排练到前一天五月来的他今天让你和这个朋友去可以进入今天的会议天朗平台如何公开这些好几块钱呢当地人说了这样才来更加繁荣，更加科幻科技的局面呢，比我们啊努力一定要特别。你有红包，天气好，你过来中华安，你一年的旅游平安，他注重你旅游服务平安，有这种前景。政府新闻的新闻方面发帖广发多个私人资源的一些好经验一直修理加些各边的新闻一条依法新兴的人员的世代的其中的条件用同大家的一面最好今天呢进入各位观众啊，各位电影观众啊，心想事成。各位老年人、在里面说，我今小谢主任，心情很好，有鼓励，谢谢大家。我们老师，我们谢谢，谢谢各位，特别开心，特别多的，特别呢，特别的老年青年的，下面的弟弟。我们这些帮助也是有一些买到我们的标杆比例来来不断的首先给他们纠结他的这些那里有买到的达到标准把这些做
台湾主席邱天林，咱的王秘书长来自香港，咱的王秘书长啊，以及啊，咱的邱秘书长，咱贺启明朱秘书长，啊，咱所有的啊，天林点办事大组，杜鑫啊，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啊，中华队也来参加今天的第一个议会课程啊，这些来开幕，来开幕，看到这么好来的景观，一定是比其他观这里特别红名都都是好听的，这里说来的，他们的这些高级文化的啊，金牛呀，的观光点，一定得从这里观。啊，这个观光文化的带来是一个高调，高调这必要，但观光的过程话，我相信咱的人民如何竞争，会体育嘛会带给咱。尽管和咱在核心内外一个坚持架构的所在，所以我们很欢迎啊，咱这有核心的人会带这些来台湾旅游，啊，这就是机会来不满大家所有的核心内，大家在一起一起啊，我们诶，这台机器会带发展东南。我们这个新朋友啊，每一个人会看以咱的坚持啊，坚持其他的啊，大家可以当地表啊，之后的一些秘密。而且我们做好咱所有的工作，大家的热心，大家的秘密，我感谢好，谢谢。啊，刚才大家都好努力的啊，最后呢。介绍我这里，我来到你们这里啊，建立啊，这些啊，就是下面啊，就当前你们黄土地的以土地的那个土地，然后这边地铁的这边的来当前。另外来，我来用下这个多多建设新的里面啊，来当地主，现在地铁的这边。用这样一个例子，对，没有。啊，安导，我有看到了。啊，一般都称为红历史地点，但是比如现在。海龟中介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许志忠小哥，许志忠海，这里作为天坤世家的机关，大家好，你那里是红叶子报告，红叶子啊，八一九六，你是从。Thank you.
中央